百雀羚草本护肤品，提示您下期看点。下周一晚，偶像来了，古巨基、周慧敏惊喜现身，经典老歌唱不停。流言飘来散去，天海空，眉头吧。大胆吐槽新婚妻子，他不美，我跟你说，真不美，我见过啊，变成一个葫芦身材，谁知偶像也是妻管严，我女神，我老婆，大去喝了个水，哎，抹了一个妆，说话就变了呀，老婆问我，你刚刚说什么葫芦？新生代偶像魏晨、武艺、魏大勋强势来袭，恋爱手开枪，大谈理想型。我在旁边就比较像儿子。女生穿那个黑色的丝袜，最好来一点小蕾丝，就像王芳那样，就是女孩。为讨女神欢心，现场撕破脸皮。四位偶像搭配师为我们的女神精心搭配的四套服装，她可以露出你很美的锁骨。人嘛，还是要庄重一点。我就没有办法理解，太不美好，太不正经。结过婚怎么了呢？没有被三位女神选中的话，她将自己穿上这套女装来走秀。到底谁能逆袭？全新游戏乐在其中，让偶像大玩心理战，有人玩尽战术。魏晨跟维嘉在结盟，维嘉试图与每个人结盟。专业的吧，是专业吹蛋的。有人耍尽呆萌。啊，我真的好冷啊！那你说淋点水会舒服很多？怎么了？暑期重磅企划迟到了，上演最激烈水上拍照。快点，别拍！快快快！下周六晚，偶像来了，陪你热辣一下。